诸位同学，大家早晨好。前面我们学习到课注107页最后一句，至诚心，身心回向法愿心。参考资料在116页，有至诚心，身心回向法愿心，后面有三福。这是敬宗同学非常重要的课题，修净业求往生的人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落实。落实菩提心，落实三福，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啊，所以我们想呢，多用一点时间，来学习这几句经文。好像昨天我们学到身心，啊，会学身心，在这个20多年，我们没有用古人这个句子，身心呢？我们采用的本经经体后半段的清净平等觉，这是身心，跟古人所说的意思不相违背。啊，菩提心就是真心的得用，体是真诚，决定不是虚伪。啊，相用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他受用是慈悲。我们用这个来修行，修正自己，啊，深入涅槃，啊，从清净到平等，再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是觉，正觉。对外，一切人事物推广到变法界虚空界，一片真诚的慈悲，平等的慈悲，正觉的慈悲，慈悲有浅深不相同。
我们要落实。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今天社会动乱，人人都向往安定和谐。安定和谐的社会，就是太平盛世。人们过得幸福美满。菩提心可以做到。菩提心落实了就做到了。菩提心不但是出世，求大菩提，求大涅槃，还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上得到安稳，得到幸福，得到快乐，帮助社会做到利益之邦，太平盛世。不能说学佛没用啊，学佛管用啊。如跟我们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乘佛教入世的跟儒所说的没有两样，比儒所说的还要深刻。还要广博，还要周远，他通出世法达到极处。所谓事出世间是一法，不是二法，达到最高境界。原来大乘的登峰造极就是格物致知，格物是什么？是放下。致知是什么？是看破，就是大乘讲的直观什么时候能到直观？是一直在观中，观在直中，直观圆融，直观达到登峰造极，就是明心见性。自信里头圆满具足，究竟圆满的直观大道，用什么来融合？就是用菩提心。
啊，非菩提心不能融入。所以至诚深心回向发愿心重要啊，同时事出世间一切法，啊，中国人可以用大学的三纲八德来轮回，啊，三纲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上，最高的纲领。啊，落实，这有八个科目，从格物下手，格物致知，啊，格物刚才讲了，放下，致知是看破，啊，看破放下之后，意才诚，心才正。啊，没有看破，没有放下，诚意真心做不到啊，做不到就心坏了，心随着烦恼转了。啊，烦恼是什么？自私自利，啊，是非人我，起心动念无非是损人利己，啊，贪嗔痴慢疑就坏了，意不诚，心不正，啊，身不修，家不齐，国不治，天下大乱。这今天整个社会的病根就说出来了。啊，那我们怎么办？把它翻过来就对了。翻过来就绝了，啊，不善的念头翻过来就是善念，过翻过来是善，迷翻过来是悟，是觉悟了，问题就能解决。拨乱反正，用什么方法？教学，这个社会我过去曾经说过很多次，人务必要守本分啊，每一个行业都守住自己的本分，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个社会就安定了，就和谐了。啊，那么我们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本分，啊，这也算是360行里头的一行。啊，出家这个行业是什么？要认识清楚，佛陀教育。啊，那一定要把佛陀教育学好，
把佛陀教育发扬光大。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开悟之后49年教学，以这个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一切众生，这个贡献大了，真正是舍己为人呐、做出一个最好的老师的榜样，这释迦牟尼佛，我们称他为本师。学佛就是要学释迦牟尼佛。终身从事教学工作，最重要的教学身教。自己没做到，不能教别人。真正是学不厌，教不倦，给我们做出这个典型，做出这样的榜样。到临终离开我们，还教给我们四义法，最后的遗言：一切为事，以苦为师。戒是什么意思？把佛陀的教诲落实到生活，就叫做戒。释迦牟尼佛一生所教、所实现的，总不外乎三福。三学，六度，六火，十大愿望，这个包括圆满的佛法，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诲不离这个总的指导原则。很好记，三福三学，六度六火，十大愿望。一生谨守，决定不违反，这就是持戒。这个五个科目同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三句境界。全包括了。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教人也只有四个科目：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大道至简呢，一点不麻烦呢，几句话了。一切所有
都从这个根生出来，延伸出来，那就是万法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我们要抓住根本，从根本真干的啊，用这个根本来修正我们错误的生与意。在这一段，我们想听听同学们的心得。我们请上官千成居士。好，听不到。没听见，没听见，没听见。能听到声音吗？哦，现在有大声了一点。好的，谢谢。感恩师父上人，感恩大家。那师父这几天呢，其实就是有给我们从这个念佛三昧，然后再从本经的这个本经的宗，然后本经的趣，一直传到这个今天，就是讲的。三心的这个重要性，那弟子呢就想把自己的生命结合起来，就是谈一谈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三心落实在生活中，然后达到这个念佛三昧的这个标准。念佛三昧呢，真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还有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大慈大悲，给我们开的一个。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这么一个方便法门，那么只要我们呢能够就是执持这一句名号，老老实实的念下去，达到这个念佛三昧的标准，也就是说最后就能达到本经所讲的这个真实之力，然后就得到了真实之慧，最终呢就是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明明洞彻，瞻地常然，得到了真实之地。那从本经的这个本经的这个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来讲呢，发菩提心也就是师父上人昨天讲的这个三心。那如果是我们学佛的人不把这个菩提心发出来，也就是说你没有做到了真信切愿真往生，只是为了自己想到极乐世界很快乐，而没有为了众生的离苦得乐，没有这种心想去升到极乐世界，你即便是做到了专念也不可能够得生。所以这个八菩提心也就是这三心呢，至诚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愿度众生的心，还有愿意摄取众生往生到有佛国土的这个心摆在首位。那究竟什么是愿度众生的心，什么是摄取众生能够生有佛国土的心呢？我觉得总结起来是一末法众生来讲，就是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因为只要自己的心里面还有一个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利害得失的话，你这个心就不是慈心，也不是神心，也不是大悲心。你这样念佛还是搞名闻利养，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这个发菩提心是首位，一向专念呢是名闻，这两者要结合起来，老老实实念佛。那像
海贤老和尚，包括我们的刘树林老和尚，都是把发菩提心放在了首位，带众生苦，然后给我们做好榜样，也就真正的把发菩提心落实在他的生活中，加上一向专念老实念佛，最后才能够把我们这一个波动的心慢慢的在修行过程中转变成清净平等觉的心，然后把这个五浊恶世呢转变成和这个波动这个频率呢成为像极乐世界一样无量光无量寿，也就是说无量光无量寿里面没有波动，完全都是清净平等觉，这样转心转境界，你才能真正做到此心就是弥陀的心，跟你待的这个地方呢也就形同于极乐世界一样。那从本经的这个我们要宗旨的这个就是依据的宗旨呢，就是是心是佛，是心做佛。那是心是佛呢，是讲的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落实在行动上，那你没有做到是心是佛，最终也就不可能去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我想就是就自己的这个理解呢，讲一下是心是佛究竟是什么。是心是佛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就像芥子纳须弥一样，很多这个学佛的人现在还对这个菩提本有一些看法和意见。那我前两天就是因为我有介绍邻居呢，就是读这个菩提本，他就听到一些学佛的人呢就是讲说菩提本不是真的，不是佛说的。那我就想说呢，其实慧集是谁教的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因为释迦牟尼佛在给这个法藏比丘呢呈现出21亿诸佛刹土的时候，也就是让法藏比丘慧集一切诸佛刹土的真善美慧。那极乐世界也就是慧集了一切诸佛刹土的真善美慧。那慧集是谁教的呢？慧集的发起者是释迦牟尼佛。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还就是出现了这么多个慧集本？那释迦牟尼佛就是师父老人家前两天讲经的时候说，讲了这么多次，一定是因缘、时间、地点都不同。那佛所说的一切法，一定都是应机的。为什么时间、因缘、地点都不同呢？那弟子就认为是做给我们末法众生看，因为我们末法众生很难去相信这一部无量寿经的重要性，所以佛要示现出讲这么多不同的版本，让我们引起警觉啊，这部经是正确的。那第二点呢，正是因为不同的版本内容差别就很悬殊，就感应到了夏莲居老居士出来会议，就感应到了黄念祖老居士出来做这个托度，让我们末法的修行人呢看到了这样的大德来做这样的事，让我们能够对这个净土法门升起大惭愧心、大感恩心，从而最终发这个大敬业心。也就是说，你是心是佛，你得愿意是心做佛，你才能够以这个经、与阿弥陀佛的这个愿、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这个法门相应起来。那是心是佛，就是我们三经中讲的呢，一定是最纯真的、最至善的、最至诚的这个心。讲一个例子，就是让一切众生是一体的。我们平常吃饭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往一个汤碗里面倒这个芝麻油，从这个油桶里倒到这个碗里面。这个油呢就会溅出很多这个小的油星，然后你再用勺子一搅呢，这个小的油星就会散成更多的油星。那这个碗里的油呢和这个瓶子油瓶子里的油呢实际上是一个油，但是每一个小的油星它执着于我是一个油星，我是我和你其他的油星不是一体。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油瓶里的和碗里的还有哪一个小流星它是一体的，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我们的自信建设出来的。
好像现在就是香港昨天有下大雨，每一个雨滴里面其实都有我们完完整整的一个世界，就像北京现在是春暖花开，每一个花瓣里面也都有我们的地球，都是借此那是你一个花瓣里面有整个的一个世界，而整个的世界包含着这个花瓣，为什么？因为它都是自信建出来的。那从北京的去向呢，是第三方面，我们讲说究竟怎么样能够原生自己竞争不废呢？那就是师父今天讲的，你要把这个三心落实在生活中，具体来说呢，远离自身贪得，从智慧门上来讲，远离这个无安众生心，从慈悲门上讲，第三呢就是远离尊敬供养自身，从方便门上来讲，真正的就是师父讲的要放下自我，因为六道轮回完全都是自私自利的变现出来的，包括自圣法界呢也是不是完美的，你真正只有把这一念我身放下，我见放下，你才能够契入到这个境界里面，不这个不辜负这个阿弥陀佛，不辜负我们的世尊对我们的教诲，才能够达到这个念佛三昧的这个标准，有了这三心达到这个标准，然后才能够愿心庄严极乐世界。就是谈这几点，阿弥陀佛，感恩师父，感恩大家。好，上官同学说得非常好啊，还有没有同学给我们分享心得？弥陀村，弥陀村，早上好，阿弥陀佛。夏天老人家求教，因为昨天我们这边下大雨停电，有一堂课没听到，但是呢，学生大会。确实关于三心呢，我们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您了，就是三心呢是否是人人本有，如是，那么为什么有很多学佛人千辛万苦也发不出来，也找不到这个菩提心，那么要想发出来菩提心，在生活当中啊，具体有哪些，有什么样的落脚点可以让大家找到或者是发出来这个菩提心？感恩师父，阿弥陀佛。大慧同学问得很好，他很会问提问题。三心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告诉我，人心本善，以后这个意思把它写在小朋友教科书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那么这种教学在中国传了几千年，中国人从小大概一接触到书本第一天就念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概念根深蒂固，他长大了他怎么会怀疑啊？他不值得怀疑。那么现在人为什么本有的菩提心发不出来？菩提心就是真心啊，菩提这两个字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觉悟，那么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心本来是觉悟的啊，所以不觉悟了叫它做无明，心本来是明的，现在不明了啊。那么中国古人的时候称它做明德啊，
德是自信的本来具足的，称之为德。自信有无量的功德，大乘教里面把自信的功德了概括为智慧。第一的智慧就是明了，智慧是自信本有的，自信之外没有。啊，智慧解脱法身，虽然说三个，实际上是一二三，三二一。这三个都没有形象，德是德能，啊，智慧德能，相好就是法身，啊，它不是物质。如果是物质，它是有形的。自信里面的德能，如果是有形，古人说一句话说：“净虚空都容纳不下。”行人说：“形容他的德能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啊，因为是本能。啊，因为是自信，是本性，所以佛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人人皆可为尧舜，尧舜是圣人。啊，人人都能够跟他一样啊。啊，那为什么实际上人不能跟尧舜一样呢？不能跟释迦弥陀一样呢？这是迷失了自信。啊，所以凡圣众生跟佛的差别，迷悟不同。啊，佛是究竟圆满的觉悟，中国人称圣觉悟啊。其实圣人的意思跟佛陀的意思很接近，都是说觉悟的人。啊，那为什么当时翻译经文的时候不用圣人来翻？啊，圣就是佛，贤就是菩萨，君子就是阿罗汉。我这样翻的话，跟我们中国就一样了。啊，确实觉悟是没错，觉悟有前身，觉悟有偏远。啊，中国古圣先贤里面所说的觉悟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那么大乘佛法是肯定他达到究竟圆满。啊，究竟圆满那就讲到过去未来，讲到此界他方。啊，如没讲那么多。啊，他讲的近，佛讲的远，
如讲的比较浅显，我们都能接受。佛法说的深，浅的能接受，深的不能接受。迷悟不同。啊，佛有没有能力帮助众生？我们是立刻成佛。他要不有没有这个能力，他的德能就不圆满。啊，能叫一个凡夫立刻成佛，他有没有能力？有。为什么没有看到凡夫成佛？凡夫不接受。不是他没有能力，他真有能力啊！而且他真说出来了。你看大乘教里说的，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了，你就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说出来了，你没有干呢。你都不肯试验一下了，放下就是啊，再放下分别，你就成了菩萨了。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佛真有本事。啊，如果你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来接受这一句话，你就证果。叫你放下执着，就见思烦恼，放下执着，你立刻证阿罗汉。那放下分别，你就是三贤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谁做到了？最明显的例子，在《坛经》里头，慧明做到了。啊，慧明追赶六祖，追到了。啊，六祖知道是来夺取衣钵的，这个没办法了，把衣钵放在路上，自己藏在啊这个草堆里头。啊，慧明看到衣钵在这里，去拉不动。这拉不动也一念惭愧。忏悔心，知道自己错了，啊，由护法神守住，啊，他是个有武力武功的人，啊，没出家是四品将军，怎么会连起一个衣包拿不动？啊，忏悔心立刻升起来了，啊，忏悔心。忘放下了，啊，马上起了念头，叫行者，啊，他没出家。我们今天讲居士，啊，你出来，我不是为衣钵来的，我是来为求法的，这个心是真诚心说出来的，啊，慧能就走出来了，啊，坐在路旁边石头上。啊，慧明跪在地下求法。啊，他在黄梅住了那么久的，实实在在没开悟。啊，求能大师点醒他。这个时候，慧能就是不思善。
不是我。啊，凡是对立的，你统统放下。这个意思就是，没有人，没有我。啊，所有这个对立的，统统先清净了，万缘放下。他就问了，什么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一句话就把他唤醒了。啊，怎么行的？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在这一句话就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他的这个地位跟能大师平等。慧能大师一生度了40多个人，明心见性，慧明是第一个，第一个他度的。啊，就他肯听啊，肯合作啊，我们这人不肯合作。啊，慧能教我们，不是善，不是恶，问我们，啊，如何是某上座本来面目？我们听了怎么样？说丈二和尚啊，摸不着头脑啊。我们听不懂啊，我们妄念还是一个接一个，前念灭后念生呢，不像他了，他在一念当中他妄念止了，豁然大悟。问六祖，还有秘密吗？叫秘而不传吗？六祖回答是：秘在入别。那秘在你自己的心里，力量你的心之外，没有秘密。啊，这就叩头感谢了。他怎么开悟的？菩提心开悟的，在这一念当中把菩提心找到了，起这么大的作用。那我们是妄心，妄心什么心？分别执着。从分别执着里面升起，妄想分别执着啊，升起80、51心所，延伸出整个宇宙。多少时间呢？一年，一年是1600兆分之1秒。换一句话说，一分钟有多少个妄念？有1600兆个妄念。啊，其中的任何一个妄念都是前念灭后念生。啊，妄念不是相续的，每一个妄念都不同。啊，就像水结晶这个实验一样，江本博士做了70万的实验，告诉我从来没有发现
两个图案相同的。他问我什么原因，说佛经上有。他非常惊讶，佛经上怎么说？所有一切生灭法，念念成形，形皆有实，没有两个念头相同的。啊，我们看似相同，看小局面相同，你看整个地球就不相同，每一秒钟每一个念头都不一样。那你再扩大看全宇宙更不相同啊，整个宇宙现象是一念变的啊，就像我们用这个幻灯机在荧幕上打的这个照片一样啊，灯也打开，整个这一个一张幻灯片通通打在荧幕上，啊，灭掉之后再打一张，第二张那又是一个画面，第一张不是第二张，第二张不是第三张，张张不一样啊。实在讲是大同小异，我们的眼光太浅了，局限在这一点，看得很近，好像没什么大差别。啊，其实差别很大。啊，每一个念头都不一样啊。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就是佛经上讲的五蕴。啊，五蕴是整个宇宙最小的基本的现象。啊，但是每一个基本现象里头都有完整的宇宙现象。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再小的微粒里面含藏的全宇宙，现在科学发现的全息这个道理啊，没有科学全息的发现，我们对这个时钟感到模糊啊，对它有怀疑，它太神奇了。全息道理一宣布，我们明白了，原来佛陀三千年前就把全息道理讲清楚了啊，这是什么？这是自性的本能。那么由此可知，自性的本能没有大小，没有距离，没有先后，没有先后，没有时间，没有距离，是没有空间啊，时间空间是假的，所以一切一切，这华严经人的话，一切皆一，一切是整宇宙全宇宙，就在这一个微中子里头，这个微中子这么小，里头包含全宇宙啊，今天我们科学技术还没达到，科学技术怎么样去发达，永远达不到自信那么样的圆满，所以到最后不能不承认大乘是科学登峰造极啊。那么我们如何把至诚心找过来找回来，我们没有办法走圆顿这个条路啊，像慧能这些人
啊，他们走的是圆顿道路，顿悟。啊，一念之间就明白了。我们走剑路。啊，电路好像坐电梯，一下就到顶了。啊，剑路是爬楼梯，一级级上去。一级一级上去，我们现在学着这个。所以我讲的比较具体，用无量寿经经体这五个字，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啊，工作完全学用真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把这个落实啊，对人与人不分彼此，首先要肯定，就是大前提，一切众生与我是一体。为什么？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真的是一体啊！一体才会有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缘是什么？条件，没有条件啊，我们对别人好没有条件，他是我的仇敌，我对他都要好。为什么？他没觉悟啊，我觉悟了，我明白我们是一体，他不明白了，他要跟我对立了。啊，他跟我对立是他的事情，我不跟他对立是我的事情。啊，他恨我，他怨我是他的事情，我爱他，我敬他是我的事情。我是走顺着自信自然规律的道路走，他是违背了，他错了，我怎么帮助他？我走在正道上，时间久了，慢慢让他觉悟，慢慢让他明了，这就是帮助他。啊，他来找我问我，我欢喜告诉他，尽我所知的我会告诉他，提供他做参考。啊，那么他爱面子，不好意思见我，我就随顺他，没有一丝毫的怨恨，没有一丝毫的恶意。为什么？有丝毫的恶意放在心上，心被染污了，清净心没有了，心被染污一定波动，平等心没有了，那么你觉悟就没有了。啊，菩提心没有了，那是什么心？六道轮回心。六道轮回也是染污，是波动，是迷惑颠倒。我们要从六道轮回这个道路上改变方向，走成佛之道，走往生极乐世界之道。啊，成佛之道难，我们这一生没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容易，我们有把握可以做到，这个千万不要疏忽啊！机缘很难得到，一定要掌握住，什么都是假的，
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肯定证得无上菩提啊，那就是我们走成佛之道，走通过这个极乐世界，这是一条近路啊。所以古人说往生极乐世界花宝，在极乐世界证得无上菩提是果报，尤其极乐世界是用莲花表法，莲花表什么？因果同时，往生极乐世界就证菩提，这莲花所表的妙极了啊！极乐世界也叫莲花世界。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好不容易遇到啊，遇到不相信会基本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学海鲜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都能成无上道啊。但是呢，对会基本不要回报，为什么？回报我们的心受染污啊，这个是不善的。连做错事情的人我们都不要放在心上，我们只看到那个人是佛，为什么？他的本性是佛啊。老祖宗教导我们引恶扬善啊，别人不好的一念不放在心上啊，一字不出口。这个社会如果说大家都能赞扬善不说恶，这个世界马上就和谐了，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个世界就是太平盛世，就是礼仪之邦啊。我们一定要学诸佛菩萨，见人之善不见人之恶啊。对我再不好我都不能放心上，我放在心上我走的是轮回道，我不放在心上我走的是极乐世界的道啊。待人如此，工作也如是啊，生活也如是，无比殊胜的就是这一句佛号不中断，常常放在心上啊，做梦也梦到佛啊。这说明说你心上真的有佛了，连做梦都是常常梦到佛啊。梦是在你没有办法控制意识的时候，意识里头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种子自然现行，这是梦境的由来啊。清醒的时候我们意识的能量大，阿赖耶识这些种子它不容易出来啊，睡觉的时候容易。那有这个可以能联想到，如果我们这个身寿命到了终了了，灵魂出窍了，阿赖耶那个种子扶不住，都起现行了。这肚脐现行有个问题出来，我们的善种子少恶种子多，那就三恶道去了啊。善种子多恶种子少，肯定现三善道，
这个意思教我们，人决定不能作恶。作恶，别人受害少，自己受害多，起一个恶念，回报人。这个人要是有道德、有修养，他根本没有接受。啊，你怎么回报？他笑笑。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他一点伤害都没有。但是自己起心动念的不善念头，全落在自己阿赖耶识里头，这亏可上大，吃大了。啊，如果别人受了没有修养，啊，发脾气受了，老跟你对骂，跟你对打。两个人都受害，啊，我们自己受害，他也受害，但是一定要晓得，自己受害七分，别人受害三分，你细细去思维这个道理，啊，自己阿赖耶落地银子深，深刻，啊。别人的时候他接受多少啊，总没有你自己念头里头是百分之百的。啊，他能接受三十分，接受五十分，接受六十分。啊，然后你再晓得这个不善的念头对自己有多大的伤害。啊，纵然你达到目的了，还是自己吃的亏大，别人伤害不大，何苦干这个事情？啊，那翻过来，赞扬别人的德善。啊，这个人是恶人，但是他做了一桩好事，他的恶我们不理会他，他做了一桩善事，好。啊，对社会大众啊是有好处的，我们极力赞扬。这个赞善的功德，你也是百分之百。啊，那个人听到了，哎呀，他很不高兴，哎，他也来说这话。啊，他或者能接受几分。或者是不以为然，这个是有啊，我们常常看见的，常常遇到啊，啊，就想到佛经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就懂得这个教训。我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待人接物，会的处处都是积功累德之处，不会的啊，那走相反的路子，累积一切不善，成为三恶道的真因。这个麻烦大啊，这些的道理事实真相只有大乘经里面讲的透彻，讲的清楚啊。大乘经我们受持这一部啊，加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这一生呢足够受用啊，所以一部经一句佛号保证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你要是不能往生，那就是你对于这个世缘
没有彻底放下。啊，世间一切彻底放下，我一心一意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这问题解决了。啊，所以菩提心要落实。啊，用诚心诚意，绝没有欺骗别人。啊，守住四种口业，不妄语，不念识，不绮语，不恶口。啊，心地里头放下贪嗔痴慢疑，就能做到。啊，只要真正做这个菩提心，你会体会到，啊，一年比一年体会的深刻。啊，这就是帮助自己提升。啊，十住菩萨的菩提心，浅；十住菩萨的菩提心就深了，向上去越来越深。啊，圆满的菩提心就是妙觉如来。啊，一般讲圆满菩提心，十地、初地以上。我们知道真正圆满是妙觉如来。啊，圆满的自信跟自信的德用，圆满的德用融合成一体。我们发心真干，肯定有三宝加持。有龙天善神保佑，啊，让我们也能居住。阿罗汉的慧眼，菩萨的法眼，啊，向上提升是如来的佛眼，无眼月明，啊，看到的是遍法界虚空界，啊，无眼月明肯定到极乐世界就可以证。啊，努力求生净土。啊，今天对一切苦难众生，我们要发心帮助，尽心尽力，圆满功德。啊，要求佛菩萨加持，啊，要认真学习经藏，啊，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经藏就是佛菩萨，啊，展开经卷，接受佛菩萨教诲，啊，一定要把这些教诲落实，啊，不是我知道就行了。我要做到，啊，然后告诉世间人，佛法管用，佛法不是纸上谈兵，不是玄学，是一门非常实用的科学跟哲学。
还有没有同学？宁静法师，静静等待。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法师早上好，各位同学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个八菩提心，菩提心的三心，刚才老法师又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补充，我下来呢也谈一点我的体会。在以往的讲习当中，老法师我们开示菩提心在观经在大乘起信论里边呢，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直心、身心、大悲心这两种的三心，特别都提到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大悲心或者回向发愿心是他受用。至诚心，老法师用这个那五个词汇结合无量寿经的经题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这个真诚心，老法师以往用曾国藩的家书里边的注解，一念不生谓之诚，菩提心的体。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很难做到一念不生。那身心是自受用，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功夫境界。回向发愿心是他受用，那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功德去回向去利益他人。在我们参考资料第116页下一栏三藏法术里边呢，有一句说呢，身心者位于正法，今生深信而复要修一切善行，即是菩提之心也。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就特别会想到老法师以前开示，特别开示身心的时候说，什么叫身心？身心就是好善好德之心。这个好善好德是自利，是自受用。所以至诚心一念不生我们目前做不到，回向发愿心也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功夫境界上。所以我学生的体会，这三种心呢，我们能够下手的地方呢，在身心，在好善好德。刚才老法师也在开始我们要断恶修善，所以学生特别对这个善有一点体会。前两年我们也是不小心呢，接触到弟子规夏令营，参与办过两三届，三年，2010年到2012年办过三年。在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跟这些老师义工们接触，有一次有几个老师来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啊，因为是当老师的有这个职业习惯，他就说，法师啊，这个中国字很有意思。说是的，他说比方说你们学佛人常常要说善要说美，我问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善上面是一个阳，下面是个口，他怎么解释呢？口中有羊肉是善。那如果是这样是善的话，那我们岂不是都不善了吗？我们听了之后啊，都有点傻了。那我又请教他说，那什么叫美呢？
美，他说上面是羊，下面是蛋。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牌子的火锅叫小肥羊，他就说呢，小肥羊又肥又蛋，是为美。这两个解释啊，恰恰都是跟老法师说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这个含义，这个定义啊，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一帮老师走了之后，我们就赶紧做功课来查这个善和美，如果从文字结构上该怎样正面的去解释它的意思。老法师一直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的文字4500年，先有文明，再有文字，文字记录文明。我们中国字最开始结绳记事，而后有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乃至于到现在的简体字。具体到善这个字啊，善这个字我在资料上查到，最早的结构呢是这个，看得见吗？是这个金文的金文结构的善。这个我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的时候看到那个礼品袋上啊，纯净纯善，那个善就是这样的结构。我看到这个结构，再看看《说文解字》《康熙字典》里边简单的解释，真的，我们真的非常佩服老祖宗的智慧。中国字真的是智慧的符号。那这个结构，我们学生怎么理解呢？这个羊很典型，是象形的，因为在动物当中，羊这个动物是最温顺、最善良，而且跟我们学佛人一样是吃素的，吃素的动物。对，用这个羊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印章里边呀，吉祥的祥，都是用这个羊来代表祥。所以羊这个字在古文字里边就代表祥和的意思，祥。祥和，也就是我们现在中国所说的呢，这个和谐，在中国古时候叫祥和。这个上面这个结构是羊，下面羊尾巴两边，一边一个语言的言，是两个语言的言。所以这个文字的演变到最后变成一个口，那可能就是在简化的过程当中剩下一个口。所以甲骨文羊尾巴两边，一边一个语言的言，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特别的感动。语言，我们人跟人之间呢，眼神可以交流，表情可以交流，动作可以交流，但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相处交流用的最多的工具还是语言的言。这个语言的言就代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沟通和交流。那在这个地方两个语言的言呢，它言外之意就是两个人，两个以上乃至更多的人在沟通，在相处，在交流。好，在沟通相处交流的过程当中，上面这个羊呈现出一派祥和之气，这是善。这是学生的这样一点体会。感觉到啊，这个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沟通交流呈现出一派祥和之气。那阳既然是祥和的意思，那美什么意思呢？上面是阳，下面是大。学生的解释就是说呢，祥和之气越大就越美。学生也很多次借助老法师啊来为别人做例证。我们说很多同修见到老法师远远的看他一眼，
一句话不说，那个幸福感直线上升。为什么？老法师的祥和之体太大了，那就是美，那就是庄严。所以庄严叫尽善尽美。善这个意义，我们看这个116页，这个而要修一切善行，这个善我们自己身口意，在无论在修行念佛一切的场景当中，要保持这一种祥和的状态，我们自己的祥和状态，而且不能够被别人破坏。老法师这几天一直在介绍百贤老和尚的行仪，特别讲到啊，他被那个电工多要了很多钱，也还打了两耳光。老和尚不但把钱哎给他了，而且不计较，所以他没有因为别人的恶行而影响了自己的祥和，这是真善，这是真正的身心。所以老和尚他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所以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至诚心是底，底要一念不生，我们现在做不到。回向发愿心是利他、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功夫境界上。我们自己的功夫境界着眼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身心是否祥和。老法师常常讲到这个灌顶大师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书里边的念佛一百种果报，第一种果报念佛堕地狱。为什么？老法师的解开示我们都清楚，学生体会为什么念佛退堕地狱，因为念佛而身心不祥和，身心不祥和那就不善。所以刚才老法师还特别开始我们说要修这个善心呢，口业要断四种口业，刚刚好我们这个善良的善经文的结构呢，经文的结构下面啊它就是两个语言的言。所以学生体会修善从哪里修，从言语上修，让自己的身心祥和，身心和谐了，那个身心呢才是真正的扎下来了。身心能够扎下来，往内的往更深处说，我们的至诚心能够渐渐体现。往外面说，回向发愿大悲心利益众生这一方面才能够真正自然的展开。所以百贤老和尚的做正转为我们证明了，这个身心不要因为别人的恶行强加到自己身上，而影响了自己的这一片祥和之身心。好，谢谢，请老法师批评指正。阿弥陀佛。我们谢谢明镜法师为我们解释的，他解释的很好。世尊跟我们讲实相，身意都讲了三条，口说了四条，可见的口善身心在善，口要不善身心就没有法子修学。特别是在这一部经，许多大乘经上说的排列的顺序都是身口意，我们这一部经上在第八品，他把口业摆在第一，就是善护三业先讲口再讲身意，这个排列很少见你看善护口业不计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威仪，
善乎意业清净无染。说得这么清楚啊，告诉我们口业放在第一，那尤其我们生在今天的社会，看到人与人接触太多了啊，真的是你看不见，无论在哪个地方啊，你注意细心观察口业是怎么来的，全就知道了啊。问题结症在什么地方？还是在教育，没有人教啊啊！古时候从小教起，不准妄语，不准欺骗人啊，对任何人都要诚实啊。我们这个年龄在童年的时候啊，童年大概六七岁的事情都能够记得了啊。我比较幸运，生长在农村，十岁才离开农村，所以还扎了一点根啊。农村的变化大了，叫现代化了啊，传统东西没有了，农村保存啊。现在我们到日本看日本的农村，保存到传统东西保存的很多，让我们走进日本农村的就回到隋唐时代了，有这个感觉啊。但是到都市就不行啊。那我们那个家乡是明清两代文学的中心，就是桐城派啊，桐城派的地盘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地区啊。不大，方圆大概50公里啊，就这么一块地区，桐城、庐江、舒城这三个城市距离很近啊。现在乘车的时候，这三个城转一圈1个小时啊，所以距离很近。读书的风气盛啊，到我这个年龄还是那么样的兴盛。抗战之后呢，没有了啊。抗战时候还有啊，大概这个桐城、舒城跟庐江，日本人都没有到过啊，还看到传统生活的样子，接触到一点文化，毕竟我们年龄太小了啊，印象不深。大我5岁的人可以说都有相当的文化底蕴啊。大我10岁的人那可以说是如果不舍弃传统文化了，都有相当成就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么这个菩提心的三心很重要，要时时刻刻听起，决定不能疏忽。
啊，特别是大乘佛法修学的中心点。啊，下面这一条呢也很重要，是我们净土宗修行的理论依据啊，这个方法的依据啊，就是净业三福。不仅是净宗，佛在观经上说得很清楚，这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真言啊，修净土的真言。不能不遵守啊。第一条是世间善，第二条小乘善，这边说的是戒福啊，持戒也意思也很好啊。佛法的修学，戒律是基础啊，戒为无上菩提本啊。末后的一条第三呢是大乘，啊，他这个地方讲行福，啊，讲事、讲戒、讲行。那么这个世间福报，孝亲尊师，我们落实在《弟子规》。啊，慈心不杀，我们落实在感应篇。后面是修十善业。所以我们把这三部经作为行门的根本啊，基础的基础，我叫它做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儒释道这三个根呢，就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这三样都做到了，都落实在生活了，我们的学佛有根了。啊，也是经典一展开，看到世尊叫善男子、善女人，善是有条件的，这三个根做到了，这叫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没有这三个根，佛经上善男子善女人就不包括我，我没做到，我要做到啊。那展开经卷，佛是对我说的，所以特别重要。这个要认真学习啊。为什么现在人不能持戒？就是第一条没做到啊。弟子规、感应篇学了之后，持戒一点都不难啊。所以三规五戒十善啊，往上提升沙弥略依啊，在家的八关斋戒、菩萨戒都很容易做到，不难了 啊。它有根，有基础，现在的时候做不到，根丢掉了啊。根之根就是弟子规
有没有同学跟我们分享三福？台南极乐寺。好。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老师，大家阿弥陀佛。一直在学习参考资料的担心里面，因为师父有讲到我们必须落实我们所学的，那弟子在阅读三星的时候会直接反映到就是海贤老和尚他的行持，海贤老和尚已经确实的展现这三星。那在至诚心里面三藏法术有讲到当发专制诚实之心，正念真如，求愿往生。那这专诚诚实之心，其实在海贤老和尚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老和尚的师父教老和尚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那海贤老和尚是非常的老实，就以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那这就是发了至诚心。那在身心里面，身心是所谓的正法，心生深信而复乐修一切善行，即是菩提之心。那我们在海贤老和尚身上也能够确切的看到老和尚他丝毫没有怀疑这句阿弥陀佛，并且一心持名。那在老和尚的行持里面，他所修的都是一切的善，他看到一切人都是善。那老和尚耕作他也是常行布施，而且修忍辱波罗蜜，所以他是乐修一切善行，那真的是做到所谓的身心。那老和尚他在身上我们可以体悟到，就是老和尚也做到回向发愿心，因为老和尚将他一生所修行的善根功德都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知道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生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所以学生弟子在学习三心的时候，就会很直接的想到要跟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学习，学习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那也像师父上人所说的，海贤老和尚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就是真诚、清净、平等、觉。那我们可以看到海贤老和尚确实已经做到，我们如何做到，就是不断的看老和尚的行持，他将老和尚的行持他所想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就像老和尚所想的、所看到、所听到的，那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落实三心，落实发菩提心。这是弟子初前的学习，请师父指导。阿弥陀佛。好，这是极乐寺的事，台南极乐寺，台南极乐寺。好，画面上这个讲堂很清楚啊，看得很清楚，我们看到非常欢喜，希望同学们认真努力啊，在台南做出一个最好的榜样啊，不仅自己成就，而且的时候会带动许许多多念佛人啊，我们对于台南这个道场也非常怀念啊，建这个道场用阿弥陀佛名号做寺院的名号啊，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念着阿弥陀佛啊，时时刻刻不忘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遵守一部经、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像前辈一样，决定有成就啊，我们有信心。
有愿心啊，跟同学大家一起分享。还有没有同学？弥陀村，这是什么地方？大慧老师。哦，啊，谢谢主持人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师父老人家，我们向您老求教。佛法3000多年来，我们发现呢，这个经教最早是佛经，那么到后来呢，出现很多的祖师大德的著书，那么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又看到黄念老的讲解，您老人家的刻著，包括呢，到现在已经是第4次的这种讲解了，讲义。那么我们发现呢，它是一个越来越多，越来呢越详细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呢，有很多的同修，他们说，比如说师父老人家讲经啊，这段话是这个意思，那个同修说那个意思，可能有100个同修啊，有100个意思。但是呢，这些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听起来就是互相矛盾的，啊，越来越错综复杂。我们想求教师父老人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这种现象，求学人的这种现象啊，它和您老刚才所讲到的这个三福投一佛，就落实弟子规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感恩师父。大慧同学提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在中国古代学习讲求师承啊，师承就是跟一个老师学，为什么？同样一部经论，确实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并不一致。如果说跟两个老师，就两种看法想法，我到底遵守哪一个，他就有疑问。要跟三个老师呢，那就变成三岔路口，4个老师就变成10字箭头，怎么学？现在学校教学就出了这个问题啊！多种科目同时学习，很多老师都教，有很多老师的想法是矛盾的，这个我们在学校里都遇到过，怎么办？那就是哪一个老师教的科目就依照他，要不然考试都不给你分数啊！啊，所以也用不同的见解来解答问题啊！啊，所以没有办法叫学生得定开会啊，这就是现在的学校状况。那么我们求学，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过很多次，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那个时候我是接受过2个人的教育，一个方东伟先生，一个张家大师，这2个人李老师都非常佩服，都非常尊敬，但是我跟着听过这2个人，现在到台中听的是第3个啊，他给我的条件，过去所学的一概作废，这不就为了这个问题吗？否则的话，老师叫我，我说：“哎，方先生怎么说的？啊，张家大师怎么说的？”这个麻烦不就来了吗？所以师承只能一个人。好在我这3个人的时候，不是同时在一起学的。方老师引进我入门，
张家大师给我奠定基础啊，以后教10年是在李老师那边成就的啊，只能听一个人的，不能听三个人的。老师教我的东西，如果跟张家大师跟方先生讲的不一样，我要接受李老师的。那两个人的放旁边做参考，可有可无，要用这样的态度啊，这叫师承。老师对学生负绝对责任，如果不是这样的不能教。我们想学一点东西，那是学哲学啊，方老师不让我到学校去听课，什么原因？学校老师太多了，说法不一样，我听谁的会扰乱啊，同学很多，同学的思想也很复杂啊。所以方先生告诉我，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会大失所望啊，最后吓得什么，让我到他家里去学，每一个星期2小时啊，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啊，接受一个人就死成啊。那么我知道佛法啊，他给我介绍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在这个时候遇到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专学佛的啊，我就离开方老师，就到张家大师给我跟方老师一样，每个星期天1小时到2小时专门接待我的，3年如一日啊，我学的东西可以说不复杂啊。大师圆寂了，我到台中请见李老师，李老师提出3个条件，第一个，以前学的不算数啊，跟到我一切从头来起啊，没有意见可说啊。第二个，任何法师大德到台中讲经或者是讲演都不要去听啊，只能听他一个人。第三个条件，看文字，无论看世间的是看佛的经典，要得他的同意向他报告，他同意可以看，不同意不能看。3个条件，我那个时候听了，感到老师好像自己标准太高了，目中无人啊。但是这个老师是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的，朱老师我很尊敬的一个人，老居士跟李老师同年，老朋友啊，也是参云法师两个人介绍的，这两个我都很尊敬，所以我接受啊，无条件的接受啊，留在台中啊。然后老师告诉我，这个条件有期限的，5年啊，5年之后就可以开放了啊。可是我到5年，我是到了3个月就觉得有效果了啊。为什么？这很多不能听啊，不能看啊，不能听，眼睛管住了啊，不能听的话耳朵管住了啊。那么怎么样呢？心地清净
妄念少了，半年呢，效果非常显著。我觉得老师这个方法好，非常佩服。十几年之后，我到台中，我住在新加坡，遇到延培法师。延培法师告诉我，他做沙弥的时候，亲近地仙老和尚，地仙老和尚给他就这三条。我才恍然大悟，不是李老师的专利，不是李老师的发明，是中国古来祖祖相传的师生的条件。你对老师不尊重，对老师不信任，老师教你白教了。有这三个条件，这叫师生的关系，这么建立。对老师决定有信心，没有怀疑，只听他一个人。他绝对有负责把你带出去，带出来，带到什么？带到定无应界的定。这三条是戒律，你要遵守。他教你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能够得三昧，心得清净心，得平等心，最后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古老的教学理念跟方法，现在人没有了。李老师碰到我一个，我打听别人，老师没有给别人这个条件，只有对我一个。那是什么原因不晓得，我也不敢问。慢慢一两年之后知道了。为什么？真正有好处。真搞清楚搞明白，跟延培法师一碰到一交流，地仙法师就这三个条件，对他，李老师对我，我接受了。延培法师没接受。延培法师开小差溜了，跑到厦门亲近太虚大师。可惜呀，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要不离开地老和尚，你是天台宗的祖师。真有成就。为什么？他一门深入。太虚法师不是的，跟现在大学一样。他的课程交叉拜师，他的教授很多。那是知识，那不是智慧。所以这个毕竟年岁太浅，不知道。把路走错了。这是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能够遇到这三位老师，最后遇到李老师，才有这一点成就。那么张家大师教我，对我最受用的，他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看到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一生教学，发现这是教育，它不是宗教。佛教里头没有创造宇宙主宰人类的神，没有。它确确实实方东伟人所说的哲学科学，有登峰造极的哲学科学。那么普世教育伦理道德因果也是讲到登峰造极，
都是讲到究竟圆满，是人间最宝贵的大学问，真智慧。啊，所以有幸遇到，认真在一起学习，这非常幸运，无比的幸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下面是个问题。